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那我们现在最后来到了这个是法拉利的展区了。那法拉利是大家梦想的跑车之一啊。那这一次展区最重要的车款就是全新发表的 Portofino。那它是延续了 California 的电动引擎电动敞篷的设计。那它搭载的这具引擎呢，是他们法拉利最新研发的3.9 升的 V8 涡轮增压引擎。那这具引擎呢，在2016跟2017先后获得了国际的引擎大奖。那现在大家可以听到背景音，都会听到他们引擎的咆哮声哦。那引擎的咆哮声一直都是法拉利的最大的特色之一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Portofino 就是他们最新的发表的 GT 敞篷跑车。那它的建议售价是1228万起。那它在